先生，当初你答应要帮助我甲瑞安完成计划，拢无准算啊！你敢知影你安尼离开，对计划影响偌大？敢袂？敢若客伯你安尼想啊？瑞安哦，根本就无需要我，伊敢若感觉我顶地假咯，敢若替伊惹麻烦。那你听起来应该毋是任务伤济，无得应付啊，拢是因为瑞安的关系。敢是因为恁两个人伫咧古厝，互万金玉、王亚杰张着，害恁两个起冲突，对无？可别，你哪会知影这件代志？我当然要注意两边的情形，唔才当了解局势，安排后一步要安怎行。无你当作客袂，逐工都无代志做，敢若想要挂恁的条仔尾，还是讲别空，拢袂影响着计划？我无安尼想啊！你若无甲我讲，你予人军装的代志，差一点仔就射到罗家峰的位置啊！那是好佳哉，大会有注意，保护恁安全。也若无，你连逃走的机会拢无啊！无一天的时间，你就再来甲我讲，你要返去新加坡。我问你，你甲瑞安到底是变啥人啊？我老实讲，你甲瑞安伫咧古厝到底讲啥？奈害你的心情受到遐尼大影响，拢无提防着万金玉。那他袂讲，瑞安甲万金玉离开古厝的时阵，面色足歹看的。敢是因为因发现你的关系，你惊会互阿妈都归去，咪去返去新加坡啊？嗯？Kevin， 我只是。嘛，唔知要安怎向你解释，这都唔知要安怎解释先。好，我即马叫瑞安过来，恁两个好好讲话听。今日这个代志，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，要若无，咱算到。无共心，归去啊，一人行一路，较免哦互相阻碍。凯贝，你哪讲这种话？咱是一家人啊！你管谈瑞安无想要甲伊帮助，报仇，无想要甲伊帮助完成计划，佮讲啥物一家人？今仔日若是无法一个交代，我袂安尼就准拄煞。无啦，凯贝，拢是我的问题，是我耽乱瑞安，互伊拒绝，我感觉足见笑，所以想要变倒去新加坡。珊珊明知影伊安尼讲，一定向客伯听话的。伊还是无讲出我介意的境遇，将责任派伫家己身躯顶。啊，看来就算我已经将伊的心伤啊脆骨骨啊，伊还是一心伫咧为乎我。继续讲。我甲王金玉、佮王亚杰又见面前一暗。我向瑞安表达我对伊的心意，啊，不过瑞安讲伊干呐把我当作是小妹尔，我感觉足唔甘愿的，只是小婉无好话，阮两个人就避免啊。加讲，我甲王俊讲，我要开车送伊返去公司签约，我车油门煞出状况。雄雄为因遐冲过，差点甲伊弄着。这个时阵，瑞安拄好来，伊就误会讲我是因为予伊拒绝去万都，才会挑工安尼吓惊万靖宇。吞下落去，别插起来。你拄只一个吞。我无，无，不讲白扯。你三七讲，我就竖着听，相信你。凯贝，我哪会卡骗你啦？
现在对你很失望的啦。明明有问题的人是瑞安，你还替他说话，替他暗砍，你就是说他杀掉万青桥，我不知道也是非不分，误会你去伤害万青桥，对吗？无啦，凯美，你误会啊啦！真正是爱着较惨死呢，你完全无注意到你被人设计啦！万青桥，你就是要破坏你甲瑞安的感情，和你两个起冲突，恁为着小情小爱，连性命都无要顾啊！啥物好设计？你的车哪会无缘无故就冲出去？啊！你有无想过？恁头一个应该去检查，是你的车是毋是被人动脚手啊？干那顾着，会想起男女之间的感情的代志。无错，我现在用心的栽培你，了然啊！你来这做啥？我无可能有你一人承担啊！客妹，喜欢做人是我，跑得快，你本来就该跑。客妹，你莫该跑啦！你娘家新手大棍，你都放袂记啊？罗在兴，你还凉死啊凉死！你竟然真正把你家己当作是罗家峰，一般只叫鸡，跟你好好，连三声都快出来无问题哦。你完全无感觉着，三生的车会冲出去，哦，遐尔拄好，都予你看到，那根本就是因怀疑你超过伊设计。你干哪想要找三生解算笑？完全无注意着，伊跟踪你，跟踪到古厝啊！你身上有够好多哩。客妹，你是莫生气啊。珊珊已经中弹，伊在你面头前，我甲伊承认，去单恋我。伊要听讲，我新加坡调到转来台湾接近我。受了讲，阁是本代志，你阁好意思讲？啊，说落来，珊珊是要哪接近王雅琪，找着老虎咪黑咯，啊？老虎咪，让伊藏在别个对位，我会另外想办法查出来。是要哪查？恁予人点油做记号啊，自身难保啊！我真正唔知影恁这两个恋爱脑阁会当创啥？归去今日，咱退互你啊！较免我逐工替你吃尻川，尤其是你啦，为着一个查某，恁娘家的冤仇拢放袂记啊，恁爸母的死拢无记啊！归去，你改世办，逐工哦，带着迄万金玉就好啊！我无袂记替阮爸妈报仇，免讲啊啦！我计划无需要恁斗三工啊，迄阵人我家己会对付，较免恁哦，扭我后脚。我若欠袂就抓，我会办好罗家峰。这几十年的剧本，拢无出算啊！我会重新改写，头一场戏就写较重点的，我都再兴，替伊这个后生收尸。家风那是啊，这罗在烟绝对会帮你。凯贝，你妈呢啊？阿西莲，是我唔对，你莫生气啊。凯贝，罗家风那是死。瑞安就无保障啊！万一伊假作是罗家峰的身份别康，伊就无法度安全下庄。我知影你即马就受气，你若是要出去，你就出在我身上。拢是我伫瑞安报仇关键时阵无顾大局，搁了顾公情公爱。你若是要拍，你就拍我！你要找我马英姐，会当拍到你偷窥的位置，你拍我！你凯贝，应该派人是我啦，是我家己，无够警觉性，
明知影靖宇已经去怀疑啊，我阁无提防，甲罗家峰的手机啊电话关掉，这下珊珊的新闻也白空，嘛害伊任务失败。啊，不过隔壁，我唔敢怪啊，是我问题，我不应该犯这低级的错误，请隔壁给我一个机会啊。机会，无你两只鸟死啊！有机会甲我报仇，当然嘛不是。罗占兴已经愿意支持我，推动食品加工园区的计划。过无偌久，永兴都会倒落来，黑市嘛受到影响。隔壁到迄个时阵，你就会当甲因拆一路白啊！除了完成我报仇计划以外，隔壁嘛会当加强家己实力，敢毋是安尼？你讲个有影啊？罗再兴都会来钱，会当支持你的计划啊！伊讲伊会想办法，反正我即马彻底甲伊洗脑成功啊！伊即马认为即届计划会当让永兴为高地翻身起来，而且正义毛去找丁义官，伊会找金主来斗三江来投资，即个咱计划饼会愈来愈大，只要克袂。你愿意加入来，咱相平做伙，一定有机会咱达成愿望的。虽然这个我出错，啊，不过我一定想办法，将功赎罪。请客伯原谅我。起来啦！是啊，啊，我唔是条咁样做药白啊，总裁讲我问，我无法度唔讲嘛，是咧啦。你妈来讲啊，我会当理解，无人会当违背客白话。啊，不过我嘛是甲你害着啊。好啦，这拢是我的问题，你已经甲我斗相共足济啊，顶届也毋是你骑车去吓惊阮靖宇，因可能早就掌握我的行踪。你去甲瑞安斗相共，去罗家凤手机啊去油车号，啊，搁有顶个嘛是你替瑞安调包 DNA， 才有法度过关。我哪有调包什么 DNA 啊？客妹，那安尼我随去下罗家凤的简体，安尼才有法度想办法替瑞安调包。等下，免过紧，这个就是。我叫大卫去做。是讲若安要甲罗再兴验 DNA 的代志，唔知影大卫安排甲安怎，这是绝对袂当出差错的。你放心啦，咁讲客袂办代志，你袂放心，你就专心把资金处理好势就好啊。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啊？啊、我最近状况较歹，记唔着啊，无代志啦。心情会影响着身体啦，你等下回去吼，得放轻松，好好休息。啊，其他只有诶无，我得莫阁想啊。我知啊。安尼才够哩，我先来啊。特别明明就讲伊派大卫去做，大卫哪会讲无？而且实际上 DNA 检验嘛通过啊，敢讲后来特别派别人去处理？啊，若真正是安尼，嘛无啥物奇怪，是安怎特别要骗我？